我们是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艺术与科技专业的三名同学，我是王晨露，我们小组的成员还有朱院以及唐汉之。我们的毕设作品名称是工业面，从链接到超链接。我们整个毕设是以正在筹建的工业博物馆为基础的，整个作品是为博物馆提出了一个展陈策划以及展示设计的提案。那么我们整个作品就是提出了一个从链接到超链接的信息概念模型。从我们的装置的角度可以看到，我们的装置整体是从前盘的这个机械传动装置以及后方的数字网络投影两个部分组成的，它们分别其实是呼应了上海工业的开端的纺织产业以及现代当下最为前沿的信息产业。我们小组是由三个学员组成的，所以我们就三个人分别从人物场三个线索的角度对整个上海工业进行了一个叙事的编织。那么前方信息盘它其实是采取了纺织机打孔卡作为一种信息存储的方式，然后这也是我们整个作品的灵感来源。那么后方的机械传动部分的齿轮，它们相互啮合共同赋予动力，然后这也是前数字时代的一个侧写。那么后方的网络数字连接的部分，它其实是侧重于人物场之间关系的编织。那么我们其实是以网页作为展示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以超链接为基础的交互平台。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打开被历史淹没的一些历史信息，希望历史可以从这样的历史模型中不断的生成，然后就共同书写下一步工业的篇章。